是 Crystal 的 base， 以前这里就是大家结束滑雪放雪具然后回家的这个一个地方，然后这个是最后的一个那个绿道，然后现在就变成一个 hiking trail。你猜到了吗？你猜到了吗？知道，这种不知道比谁演技好。你是不是知道？你什么时候看他穿衬衣遛狗？这样说，我先见到你说我是果然是惯平时的懒惰出卖了他。